老公，上来搭地。你看到的这些，并不是我，而是人生不同阶段的你。所有的嘲笑、挫折、痛苦、怀疑，是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每个人都应该自成一派，我只是其中一种可能。去开启你的无限不循环人生，才是最酷的青春公式。沙派，自成一派。